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组合伙人是我们栏目组在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发现的实力唱将，同时也是王力宏老师在那个节目里面战队的成员。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去年的中国好声音他也是我的战队。接下来的话美琳来吧。好 OK， 想选一个我不知道的。他选择了云端。盲选扎心姐吗？这首歌简直太适合我们两个了。虽然他走的歌路跟我完全是两个风格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这个东西嘛，就是最有趣的东西。爱就带上狂奔。我认为他的情感表达是相当复杂的，非常厉害。